我接触非常多的保养品，但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捞到一个宝，是它在韩国非常有名，它叫八日净白安瓶，它在韩国叫做维生素安瓶，排名第一名的人气保养品，甚至在韩国的购物台平均每秒是3911瓶，超夯的。这里面呢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维他命 C， 它浓度很高，它叫速效型的维他命 C， 光颜色看起来就好纯哦，你看它是纯的，淡黄色的那种鹅黄色的维他命 C， 然后你看它涂的时候，它发亮。像我是每天睡前用，定量定剂，看哦，你看我这样下去之后，一滴而已哦，眼睛不要眨，你看，哇塞，它会立即让你叫我眼睛跳。里面有五大的美白抗老成分在这里面，它没有放任何防腐剂。韩国的美白机能性检验报告告诉大家，它有助于减缓斑点数量，还有改善斑点的面积，提亮肌肤之外，有助于淡化斑点，74.93%斑点的色素暗沉的弹力已经流失，全面性的松垮，它都可以做到。